了猛男趴，洪小雷还忙着验尿。辣妹驾到！来来来来，零几不一零几不一，这个我们辣妹哦，不是辣妈洪小雷驾到，游嘞游嘞游完后，赶快来杯试管酒干一下。等等等，这个场景换的，打扮也不一样。歪腰，原来我们的蕾蕾姐手上的不是试管酒，而是尿啊！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蕾蕾姐要上医师检验所验尿，而且啊，整张脸的表情看起来有那个凝重哎。莫非一夜狂欢后，现在要付出代价啦？求证洪小雷后，他说啊，这是因为朋友健检发现检查的价格就凶呢，当场妈妈性格发作，顺道就给他验一管呐。不过啊，这对金氏夫妻的戏码老是演不完，豪宅还被法拍，接下来还会上演什么戏码？哎，就客机牌等着看吧。